可以把六战友站出来去，还记得那个好玩吗？不懂啊，你还是按下去。不过为什么要做跑步？原因是因为没什么时间。因为我上次拍那个 vlog 啊，就是因为上次考完试不用打字啊，我觉得比较方便。那是因为可以跟打字什么，里面也更方便，随便放就可以了。不过我先做一下事情吧。为什么我要去那个桥吗？因为上一次啊，我星期五要理论我的 touch and go， 看到那些石哥乞丐啊，蛮可怜，所以我帮他们捐哦。虽然我不够什么钱啊，但我心里面还是要帮助他们。我现在要上班了。去捐给那些乞丐去看，来开玩笑吧，好，那我们继续聊，拜。